还有什么小孩？小孩的游戏可以玩。他们要，你们要去那个裁判界了。拉我起来！哪里裁判界？叶若，拉我起来。很远吗？拉我起来。不会。你们这样会把他拉断，两个都在这边拉。对，这个当中先玩了10分钟，你怎么还在这？他叫我不要扶着。好，没有，我们进去了。哇！ 4岁，4岁半。我看你只有一涵阿姨才可以跟你一起，她比较crazy。白可以放在下面，下面也是算白色。 看你，好了吗？我也想。好，去睡午觉好不好？去睡午觉。他今天要睡午觉，睡觉。他一定要睡午觉。你有没有睡觉？有没有睡觉？有没有睡觉？你是不是困困了？你是一直在定格？应该想要睡觉。 那他们午睡大概要睡多久？硬把他这样子，他刚这样。非给我睡，非睡不可。强烈建议，强烈建议，先睡觉。Hello， 我是张广成。 客房已经准备好喽，想解锁更多客房服务，请订阅“光开门就很忙了”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关注我们更多消息。我们到时候见。